能唱功不继续唱。叫我们唱哪一首歌，我说先把歌词找出来给大家拍一拍。太好了，K interesting. 啊 ，K 它是什么特殊意思？可以吃蛋糕的意思。蛋糕。K。对。Cake 那边的。Pasta。这里的人他们用，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巴萨，他们用这样的。巴萨。马来西亚的语言，巴萨就是语言。对，他们的 bread 的就是 roti。Roti。Roti 是 bread， 对。Chapati 也是 roti。Pastry. 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差点侮辱了。Roti canai, roti jala, gergasi, nasi kampur, mie goreng, mie.跟我说伊斯兰人不会吃素，对，他们是吃牛羊肉的。嗯，就是我们台湾话，所以他们会讲我们台湾话。伊斯那家店是台湾人开的？不是，他们有的店是台湾。另外一个竞争是。
是青姨。